有小伙伴问我，想带孩子去海边玩，什么时候白天可以抓螃蟹？今天带你们看看白天是怎么抓螃蟹的，究竟能抓多少个螃蟹，能让一个妈妈心甘情愿地翻石头。希望远方的你也能感受到我们赶海的快乐。小伙伴看到了吗？什么石头下边有螃蟹啊？有缝隙的石头下边啊，看到没有？有缝隙的下边它能钻进去了。要不它没有缝隙，它钻不进去，你翻石头白费力气啊。这个白天领孩子玩，抓这种，哎我去，抓这种小赤甲红什么的啊。戴个手套，戴个手套，戴个桶，啥都 OK 了。哎我去。千万别让它夹着啊，这么拿着就行啊。夹着的话，我还真的啊要命啊，嗷嗷的啊，嗷嗷的。小朋友，小姑娘，哎，给你个小螃蟹，给你个小螃蟹。啊，拿桶盖了，小朋友。啊，小螃蟹，哄孩子指定好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是赤甲红哈，来桶呢，还不敢拿吗？没事儿，钳着了，嘿嘿，看到没有啊？不大哈，啊，不大，但是它也不是石蟹子哈，它是赤甲红啊，就是以开心为主，哄孩子，这个不比那个石蟹子好啊，对吧？来，小朋友，再给你一个。哈，有的是啊，有的是啊，这么些石头呢，你翻就行，翻就可以，只要你肯出力，肯定是有收获的。不用，来，给你放好啊，放好小的，啊，还得翻一下子。哎呀，看一个，哈哈，不小啊，啊，他们弄了一个螃蟹从这捂球着。小朋友不害怕，我去，看没有？这个啊，你看那边那个沙是新的啊，它打洞打出来的，你看在洞里，看没有？不大，但是在洞里啊。啊，不大。哎呀，我去，一爬了，给爬上来了，拿，哎，掉了，你夹上吧。其实这个事儿，一个手套就搞定的事儿啊。来，嘿嘿嘿，上来了哈、啊！哎，小归小，闹着玩儿啊，这个就这样，只要能藏身，它就能藏了了。这是冻的吗？海蛎子，你旁边那石头还有没有？哦，有小螃蟹。啊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看这个啊，这下没有，哎，没看着波浪啊。小心，别把鞋弄破了！哎，跑得真快了，我去！哈哈，那压扁扁了，这压根儿撇了。啊，又一个，嘿嘿，这个啊，哎，有一个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这边在这儿呢，根儿撇了，没有。我以为他嗝屁了，啊！再看这个应该有，一般他都会在下边打个洞，有啊，哎，螃蟹了，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哎，太小了，哈哈，哎，太小了。放他一马啊！放他一马啊！看看啊，这个师傅弄了四五十只小螃蟹翻石头，咱再冲洗一下，哎，给他缺缺氧，哎，给他这个都缺氧了，给他弄上点氧气，我看看是什么。啊，不大哈，大的也有三四十克，咱这多呀，四五十只，还有四五个海螺哈，啊，是吧？你洗吧。
不少，弄了不少哈。